甲客气啦，咱讲啊，你这个，这个代志吼，啊，你，我是安怎搭来听吼？你有有啥物意思安尼吼？啊，红搭是搭搭对，啊对这个做吼，搭讲这个经经验啦吼，经常迄个人生吼，甲啥物人生讲对答的话，啥物的话吼，啊来当个先教个对安怎讲？啊，先教你讲。心如所言，念念心如利空哦。平常心性若像天经所讲安尼啦吼，你若是心哦，会当亲像利空安尼吼，你福的心中会像利空安尼如如现的啊吼，不不掉着空间吼，拢无你家己着有咧空间吼，观迄个观光迄个意念吼，应用无碍哦，安尼应用拢无阻碍吼。动静无心哦，动甲静拢无有动静的心哦，啊环境拢环甲静拢无吼，环境甲现实周围环境全部拢无吼，拢无去有执着哦。两所古灭古明哦，两所就是讲咧主观甲客观哦，拢未去甲带来啊，明就是讲去甲带来吼，安尼就是讲。像性上如不定时啊吼，性哦，这性上发展大就是讲像阿咧讲体用无物啦吼，就讲无所带来啦吼，不定时啊吼，阿就是无迄个讲定时啊吼，迄个话，阿咧哦，迄个体用哦，大树大啊大木吼，大听着。因为六组，你甲讲安吼，即时搭饭哦，啊啦，二十组，咱感觉讲哦，伊二十张之内哦，所接触的心啦吼，就是伫迄个现，迄个讲自相吼，自相伫迄个讲咧现定迄个心啦吼，搭，拢自相伫遐，啊拢无，拢无迄个，无法当吼，迄个甲挂迄个参悟迄个心，啊拢无迄个啦，无种情形啦。啊，即种啊，你是这个阿要讲伊个河坝吼，啊伊落客户的时阵哦，河坝迄个你一代树林参与伊个迄落工厂哦，迄个迄个技术哦，咱有听着讲，即种已经一道啊，迄些是咧传统哦，专则讲啊，迄个即种已经一道啊，即种你是了吼，啊呾等于河坝个所在吼，开发树种，迄树种就是讲。貔貅啊，貔貅呢，就是出家，貔貅甲貔貅呢吼，啊，迄个俗家就是讲油布、扎拉皮布布啦吼，迄就是讲四种，就讲伊遐开发道上吼，风化化开开风化吼，风化道上，伫迄个角头遐吼，伫迄个角遐，伫遐开开风，风化，啊，开业地，迄个法门安尼啦，啊，好啊吼，无。我见几万到几多万，啊，公务员拢会当兼职，啊，好话呢，登高，有啥啦？登高。
文鸿鸡鸣则安嘛，则安，你国安的安。文你在此做什么？什么？讲过了哈。黄曰：日定。策云：如云日定，唯有心日也，无心日也。若无心日，则一切无情草木瓦石皆何得定？若有心日，则一切有情寒士之流亦应得定。黄曰：我正日定时，见有有无之心。策云：不见有有无之心，疑是常定。何有痴日？若有痴日，即非大定。黄对曰：对。黄无对。良久，问曰：痴此谁也？策曰：我师曹溪六子。黄云：六子以何为禅定？策云：我师所说妙堪圆寂，妙善圆寂，妙善圆寂，体用日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痴不日，不定不断，禅性无自离，自禅寂。禅性无声，离声禅响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黄文是说，静来得失。夜思。师问云：仁者何来？黄即是前言。师云：诚之所言，如但心之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还情居还。凡圣情妄，能守纪民，性相如此，无不定时也。黄于一世大悟，20年所得心都无影响。黄后礼辞，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这讲心如虚空起来太困难了。你讲要见景吼，心不动的吼，谈何容易啦？咱对头来劝伊啦吼，上者地方就是讲早当时啊，嘛是讲来讲吼，都伫拜师学艺，伫学道的啊，修学道的啊。上者地方名叫地方，初参五祖，是当初的时期。佮用来参拜五祖，来甲五祖拜师学艺啦，就讲学道啦。注意一直进修，家己咧讲啊，注意就讲家己咧讲啊，讲我已经得着进修啊，我已经得着进修啊，已经得着正法啦。你讲讲就讲得道啊，已经成道啊，功夫在在啊。安嘛。暗哦，暗基中道，就讲暗可能就是暗，就咧讲咱个庙师啦，是庙师啊，中道坐真久啊。咧讲个就讲后壁所讲个，只要坐禅啊，咧只要学个禅定啊，即20年，你接触有20年个时间，师弟子相称，遮个师个真，遮个咧讲咱个六祖啊，六祖个弟子一个名做相称个人。有一天游风去河沙，分流四海啊，就来到这个河沙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啊，可能大陆啦，吼、哦，是大陆这个河沙的所在。文鸿鸡鸣，有听到一个名字，鸿，帝鸿这个人的名，就安文，就来到这，吼，听到伊的名，就去甲伊拜访啊。来到这个庙寺遮去，甲伊拜访啊，甲伊问讲哦，问是咧问这个地方啊，吼，问讲啊，你在此做啥物呢？参加用啊，方甲伊回答讲，伫遮入定，哦，入定啊，哦，出定入定啊，有出入啊，哦，若像我会惊会出定啊，会崩啊，会
动心啊，出定啊，爱功夫在在啊，功夫好啊，入定啊，已经学着正法啊，已得着正修啊，得道啊，笑文，这天笑，他搁讲，逆文入定，归定，文逆文逆文入定。归无心入也，无心入也。你咧讲哦，啊！你咧讲诶，你讲入定啊，啊到底入定啊？讲甲结甲大夫是啥物定？哦，归无心，无心入也，无心入也。就讲你入定啊。你哪你到底是讲的入定？到底你是有起迄粒心来入定，或者是无起迄粒心来咧入定呢？那无心入也，一切无情出，出不化解，应合得定。你假使那无心啊，无起迄粒心啊，来要来入定呢？那呢，甲一切无情的出不化解一模一样，伊无情无色无色嘛。诶，加上矿物学上啊，倒啊伊也学上啊，啊，伊迄个无心诶，无迄粒心诶物件，应合得定，伊嘛当甲你学上啊，甲你学上是迄定，就是讲甲你学上合起迄入定啊，入定，入定啊。若有心入也，一切有情含摄之流。哦，讲诶，就讲你若起粒心啊。上好啊！来遮咧，较有摕即粒心来啊，啊心会动啊，一切有情含色之流哦，即个讲有情含色，就讲有情的动物啊，包括咱人啊，动物会顶担物件加啊鸟啊，但卖动物啊，包括我也是啊，也应得定，那我嘛是得定啊，我已经入定啊。我嘛算一辈功夫啊！洪大来讲啊，我正入定啊时，不见有无之心。啊，我搁在入定啊，我当然我袂无看到，无看到有迄有甲无的心啊。现在哪样讲？不见有无之心，即是上定。哦，啊，那算顶界有够啊！你搁无迄有甲无的心。来咧入定，那个上定啊，上定你个平常个定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对无？像水相像啊，无个起用啊，上定啊不动心啊，哦，那有啥物出入呢？我心个根本也嘛无出过入，脑出入哪个是大听啊？哦，是大听。我心假使哪有出有入有生有灭的，哪个我本是？在定啊，个毋是定，境界就无到遐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只呾甲咱讲个讲，你去家认定讲出定嘛毋对啊，入定嘛毋对啊。因为你还佫是非个心啊，你还佫起入心在叮当个啊。你变成袂当盲目境界啊，防不对，防即个地方，你个讲伊不言以对啦，伊个底下。伫遐分享啊，伫遐在讲啊哪伊对啊唔对啊，吼伫遐蹲真久啊，对啊两条，伫遐蹲真久，想真久，考有真久，然后当问讲哦，施主谁啊？就讲对方就讲天赤啊，哦，你个老师是啥啊？天赤家讲我师德天六祖，就咱六祖啊，六祖慧能祖师啊。洪文六祖以何为？为上定。洪家对答讲哦，洪家讲啊，讲六祖哦，慧能祖师用以何为上定？伊是提什么话？上定，伊个上定是伊安那个定论讲，家讲是上定呢？且闻我师所说，妙堪。妙堪。妙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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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讲哦，苗丹元节体用如如。咧讲是讲哦，苗是讲非常美妙啦，是在讲诶本性啦。丹是，咱无啥在在讲诶，诶，元节诶，讲这节是精啦。原个讲圆啊，圆满啊，无所着啊，无非常圆满啊，心内袂去想着啥物物件来化解啊，非常的寂静啊，寂嘛等于静啊，非常寂静啊，体用如如，我顶关即句在讲的嘛，就等于在讲咱的体啦，哦啊，体用如如，用如如如如嘛就不同啊，用就是讲咱的本体的妙用。妙用诸如，嘛是上平常啊，相像啊，妙用啊，我咧用就有啊。普通时啊，时时点点啊，哦，应用诸如就对啦。就即个来讲来讲哦，咱的本性，甲咱的作用，安尼相像，本性是如如不同的物件。咱的作用是，就是讲哦，嘛自然的，你毋免去用心的话，自然就有物件起起。非常自然，不经过制作伊就迄物件，体用如如。五音本空，六音非有。五音色受想行识，五音啊，伊本来就空的物件，空的物件，空到无的物件，本来就讲幻化的物件，本来就空啊，六音色。叫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、六尘非有，非有嘛是个空啊，非有嘛就是搁在讲无的物件啊。哦，我阮无的物件，六尘嘛是无的物件。哦，我因就是在讲咱的根啊。哦，咱的根甲外六尘一般，可能就咱在讲的就是讲哦，根啊。咱的目睭啊，我去触着根啊，我就有感啊。啊，产生着一个幻，有迄个上帝啊，其实是种幻有的物件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本来就无出去甲入去啊，无出定，出定甲嘛无入定啊。你讲的个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不定就等于乱啊，不乱嘛是定个等于定啊。哦，其实我嘛是咧入定，但是我定不定，定，但是我无感觉我有定甲无定啊。定伊无定，但是我无去感觉有迄粒心，我是到底无去感受着即粒心，我有咧甲作用无？有到底定有定无？我用心要互伊较定无？用心毋好去乱无？相信无助，哦，因为我有哪初学啦，啊，学者吼，当讲台经验安尼啦，吼，这是一个重点啦，我事先讲来讲吼，能力无够，遐人家讲甲真好啦，啊嘛，卖浪费各位前人的时间啦，用咱有机会，大哥哦，给我机会啦，感谢。由风之号数，文风之名，各
暗无魂，天在处作神门，风月入定七魂，念魂入定，唯有心即念，无心即念。若无心即念，一切无情草木花石，应合必定。若有心即念，一切有情含摄之流，亦应必定。同文同月，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无之心。七魂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上定。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同无对，永久无文月，世事随也。七月，我师则起六祖。红云，六祖以何为禅定？七云，我师所说，妙当观寂，体用如如。我因本空，六尘为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彼住禅寂，禅性无心，彼心性。彼心相向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洪文是说，近来业书，书文文，人者何来？洪古说真言，书文行如所言，逆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寂，应用无界，动静无心，凡性静妄。灵所不变，故名形象如如，无不定时呀。从一世大我二十年，所得心都无影响。从后的时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种。那么这段呢，也就是讲地方相书。地藏禅师呢，伊来阁有一个玉祖大师的弟子来开悟啊。因为地藏禅师呢，由咱一段会当去了解了，伊在伊修持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注重这个入定的功夫啊。但是咱所听的这段，参咱过去捌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怀用禅师，像迄个马祖道的禅师同款的，有迄款意思就对啦。所以讲，咱知影意思就讲，马祖道的禅师，伊就是有一个呢，在桥脚咧，有那咧打坐，有那咧打坐啦。啊，即摆即个怀用禅师，就甲问讲，你打坐是为着啥物？那么德一想出就讲，我打坐就是为着要成佛啦。那么，伊怀用禅师听着伊爱讲的时阵，伊就去，就囥下下哦，就去摕一块砖啊吼，砖啊就带磨。那么这个马祖德一想出就甲问讲，你磨这块砖啊是要创啥啊？那么怀用禅师就讲。我抹这块砖啊，就是要做镜。那么马祖道的禅师讲，抹砖啊呢，砖啊才会当做镜。那么怀用禅师就讲，既然抹砖啊袂当做镜，那呢你在遮打坐就会当成佛吗？哦，有这段故事，咱来参这引证哦，是差不多有差异曲同工之妙啊吼。所以咱对什么叫做理？入定呢，也就是讲，天赤禅师呢，甲问伊讲，入定是为有心入，还是无心入啊？若是无心入的呢，一切无情草木花石呢，应合得定。也就是讲，一切若讲是讲无心咧入定的呢，那咧一切的草木。初心，伊就是讲，咱知影讲，草木参石头啊、叶杯啊，伊是拢无意识的啊，伊是拢无意识的啊。就亲像讲，你若是无心的去，若咧参石头啊、
参清啊，是毋是拢共款？吼、哦，伊无思想啊！你入到定的时阵，已经是无思想的，无思想、无意识啊。那么，如果你若是有心即个，那咧一切的众生呢，拢该有了精神，吼、哦，有感情、有意识的啊。那即款的拢嘛会当讲是称为叫做入定啊。吼、哦，所以有这段话，咱来会当去了解，就讲。了解是讲，什么叫做入定啊？但是智宏禅师伊较个去讲，讲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无之心啊。下讲咱来知影讲，什么叫做有无之心啊？有无也就是有，会使讲是有对待啊，吼、哦、有对待，因为咱讲有就有无啊，有生就有死啊，有对就有唔对啊，有是就是有非啊。哦，如果讲，就亲像讲，咱咧困的时阵啊，吼，亲像咱咧困的时阵，咱若讲问看你是几点困的，啊，你若讲哦，我着差不多十点困。其实，你若讲你十点困的时阵，十点迄阵咱也袂困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讲困的时阵，你已经唔知影几点啊。无一定是一点，也无一定两点啊。如果你知影十点困是困去的时阵，那咧你迄阵还阁有足清醒意识啊，吼、哦，你迄阵还袂困去啊。就亲像讲，伊悟性入定是讲，我入定的时阵，我就是无看到我有有无之心啊。既然伊有看到有无之心，那咧伊就是还袂入到讲真定的功夫啊。哦、所以咱就是爱去了解讲，什么叫做定啊？也就是咱珍贵品吼，迄、哦那个定慧品内底有讲的，就讲入定的功夫，入定真正要入定的功夫，就是爱以无量为宗，吼、哦、啊无常为体，啊无住为本啊。如果咱会当真正做到这三项就对了吼，那安尼才是真正有入到定的功夫啊。因为第四品迄、那个定慧品又甲咱讲，讲无食无好事啊，也着讲无异想无定乐之心吼、哦。那么念食念好物，也着是讲咧念咱迄个真如本性啊，也着讲。当咱入定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当咱入定的时阵，咱迄个真如本性袂使去予放弃，还佫守住你迄个本性啊。所以为甚物讲大学，咱知影讲大学有五部功夫啊，吼、哦，也就是讲定、静、安、如、直啊。但是定、静、安、如、直，伊要做这五部的功夫的时阵。咱来知影讲，伊头一步功夫爱啥，爱地止啊。吼、哦，你地止，地后有定啊，才会当入了真定。但是止的时阵要止在，也就是大学甲咱讲的，大学之道，在亲民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咱来止于至善之地。所以入定的时阵，咱嘛未使离开迄个至善之地啊！哦，所以伊才讲，咱念爱念真如本性，那么无爱无异相，无诸定乐之心啊！那咧一切讲的入定的功夫，运为悠然离不开咱迄个自性处。咱入定的功夫，就是爱对迄个自性处遐。去下功夫啊，哦，所以伊听到伊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伊听到伊安尼讲的时阵呢，那呢，这个智宏禅师听到煞无话人好讲啊，吼、哦，听到这个煞无话人好讲啊，因为伊讲不见有无之心，即是相应。如果你哪会当去，无去看到你迄个有无之心的话，那咧，这是真相，真正正有入定，有迄、那个做到迄、那个真正入定的功夫啊。
吼、哦，因为真正的功夫已经是无出入的，无所谓的入定甲出定啊。吼、哦，既然你搁有入定甲出定，那咧这就是搁落入了相对态的功夫啊。因为咱知影讲，你要入定，也就是讲，因为咱知影讲，真理是绝对的。啊，你要入到这个绝对的真理的之下，你就是袂使搁有对态的啊。哦，所以咱来讲，这个有无就是有对态。啊，既然你要入到这个绝对的真正的时阵，那咧你就袂使搁有迄、那个。有出定，还是有入定啊？既然有出定，还有入定，这拢毋是大定啊。就亲像过去咱所捌听过一个故事，叫做金碧峰嘛吼，金碧峰啊，伊嘛是做禅定，做甲会使讲有足入定的功夫啊。吼、哦，所以有一日呢，阎罗王。吼、哦，阎罗王知影伊的时辰要到啊，所以就派两个小鬼要来掠这个金碧峰啊。但是金碧峰伊的禅定的功夫，算有哪做了足好啊，所以伊就知影讲有两个小鬼要来甲掠。那么伊当伊迄鬼啊要来甲掠的时阵，伊就入定去就对啦。所以迄两个鬼啊呢？你啊等真久咧，拢无法度等互伊出定。啊，那么这无办法啦，所以伊就去问一个土地公就对啦。那么这土地公就甲伊讲，这个、金碧峰呢，伊有装有一块玉簸啦，就是咱较早咧土簸用的簸，啊玉啊做个啊。因为这个玉簸呢，是这个金碧峰呢所心爱的物件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你讲，这个土地公就甲教讲，你去甲这块玉簸甲吹出来，那么在伊身躯边啊，甲摇摇有声音就对啦。哦，那么到尾啊，这金碧峰的，伊听到在入定的过程当中，听到有人咧摇迄块玉簸，所以就唔赶紧走出来就对啦。哦，那么这走出来的时阵呢，这两个小鬼啊就讲。哦，你终于出定啊！哦，那咧我要来你啊，也对啦。哦，那么这个金碧峰，伊就讲，伊就知影讲，伊去用便宜啊，所以伊当下将迄块玉簸讲好话，啊，佫随单走，随入定去就对啦。所以伊较留下一句诗讲：若人欲拿金碧峰。除非铁链锁虚空啊，虚空若能锁得住，再来拿我金碧峰。也就是讲，你入定的时，你真正有到入定的时阵就对了吼。你嘛还佫，你的心就对了，嘛还佫有这个互外在的物件所甲你影响啊。那有外在的物件所甲你影响，那呢你就唔是真正入定啊。所以第五品咱的禅定品，伊嘛有讲啊，啥物叫做真正的禅定？也是讲内外离相归禅，吼啊内不乱归定啊。也是讲咱的内心未受着外口一切的根源的引诱影响，那呢较真正叫做入定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互贤清大师加开悟加引发，那么伊就甲问讲，你的师父是啥物人啊？哦，那么你的师父是以啥物为禅定啊？那么贤清禅师甲我讲，讲我师所说妙赞原寂，体用如如啊。我闻本空六尘为有，不出不入，不断不定不乱，常性无住，离住常寂，常性无心，离心常相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啊！哦，所以贤清禅师他讲，
六祖所讲的，也就讲咱迄个真如的本性呢，是原来就是足圆融、光灼灼，吼、哦，圆多多、光灼灼的啊，吼、哦，伊未受到了五蕴所解砍掉的，吼、哦，因为五蕴本空嘛，所以为虾米讲咱人的本性未清净，就是受了五蕴所给咱迷惑嘛。所以在心经啊讲，讲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嘛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来照见五蕴皆空，因为这五蕴本来就是无的，但是咱生在这世间的时阵，受到了环境。哦，受到了时间、空间的影响，甲咱本性三有了五蕴，甲咱打掉的嘛。所以甲讲五蕴本空嘛，哦，六尘非有。那么这六尘呢，嘛唔是对咱迄个自性所生发出来的啊，哦，也就是受了世间一切，咱人有了干呢，必须心意。哦，有了这六根，那么出定外境，啊成了这六尘嘛。哦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啊。也是讲，咱的本心，哦，咱的本心，咱迄个自性呢，本来就不出不入的，就无有出入啦。也就是所谓的讲，咱的本性本来就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哦，不增不减的啊。垢不净。哦。不垢。不垢不净的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物件不管是五蕴还是六尘呢，拢唔是咱本性原有所有的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本性应该爱无所住，也就是袂使住离一切的五蕴，也是住离一切的六尘嘛，吼、哦，因为这咱的本性拢是无的啊，哦。那么相性无心，也是讲，咱的相性呢，本来就是无心灭的嘛。吼、哦，咱的自性本来就是无心灭的。如果咱的心呢，会当像虚空遐尔啊，广大无量，虽然讲虚空，但是咱还阁会当去包含着万事万物嘛。吼、哦，所以。那么地藏上师闻着伊安尼讲，闻着伊安尼讲，有去觉察着讲，玉祖大师伊真正一个大明师啊，所以伊就来拜了，来拜访了玉祖慧能大师啊。所以慧能大师甲问讲，人者何来啊？那么地藏上师呢？较从这个因缘，吼、哦，较从参天竺禅师在讲话的因缘，佮甲讲一摆吼，咱慧能大师听啊。那么六祖大师佮甲讲，行如所言啊，你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啊。也是讲，如果你的心呢？会当像虚空遐尔啊大，遐尔啊无边无量，但是佫袂去着伊空就对啦。哦，也毋是讲咱的心虽然是空，但是会当包容着万事万物，哦，日月星宿、山川河海，一切有情无情，拢尽包含在咱的心量当中啊。哦，咱会当应用无碍，也着讲咱的自性会当在这个世间的时阵呢，会当应用，吼、哦，应用就是讲一切拢由自性生发出来，无阻碍啊，一切拢以自性为主啊，哦，所以动静无心，也着讲不管是动也是静呢。拢袂去影响着自性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在讲，讲动静不失其时啊，其道光明啊。也是讲动的当中，也是在静的当中，拢袂去影响着伊迄粒心啊。哦，所以讲凡性清净，也是讲
官书也是姓书，一切的精神呢，咱拢会当去忘却了啊。所以人所古病，也是讲，咱拢不管是客观的，也是主观的，咱拢袂去执着于客观还是主观。因为咱的自性本来就是足自如的啊，足自如的啊。那呢，才是真正的大定啊，那呢，才是真正的大定。那么，凡一时大悟啊，二十年所得心都得无应用，就是讲在修禅定的过程二十年的当中呢，有了六祖大师来开悟。那么，伊二十年所得的心得呢？虽然有了差错，但是有所感悟的话，那伊二十年的当中，所费的功夫呢，算有哪无白费啊？所无白费啊。所以呢，这段咱会当了解，就讲过去呢，咱头前几品所甲咱讲的定慧品。也是禅定品的，伊真正的入定的功夫啊！所以因为咱啊知影讲入定的功夫，也是讲袂使去执着于一切的诸境上。所以伊有第四品的，伊就有甲咱讲常，若执着于常做不动啊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六祖甲咱讲的一行三昧，就是讲以一切处所呢，行作自我，拢行一直心啊，拢行一直心。因为在一直心的当中，咱所知影讲，一心就是道场，一心就是净土啊。如果咱在一切处所拢会。不管是行住坐卧，拢保持一直心，那呢，咱就是真正有入了这个定的功夫啊。所以讲，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；作处盖者，即动无情啊，却是众多的因缘，却是众多的因缘啊。所以咱知影讲入定的功夫，毋是讲离点点多啊济啊，有这片，咱就去了解讲，所谓的即卖现在为人修行修到，就爱去打坐禅坐，这拢已经离开咱修行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有偏差去的路啊。所以人过去有人来讲，宁可一日不悟啊。宁可千年不悟啦，不可一日错路啦。也是讲在咱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爱去了解着禅定，伊的真正的用意是对啦。因为这是互我的一点点仔的看法甲心得，报告出来后，注意前言台前做参考。如果有报告有所偏差的所在，看望恩兰师各位前言台前甲我指正。祝各位今年身体健康，快乐成功。